老大老大，不好了，听说光之国来了一群蛋仔奥特曼，力气非常大，可以把你扔到天上去。什么蛋仔奥特曼？我看是臭鸡蛋奥特曼，丑八怪还差不多。咔咔，我的小舅舅。哎呦我去。你就是天天欺负小朋友的贝老黑吗？我蛋仔小赛罗今天就让你看看我的力气大不大。泽塔小蛋仔接好了。搞快点搞快点。你就是贝老黑啊，还别说，你长得是真黑。迪迦小蛋仔，我扔给你看看，看完千万别把中午饭吐出来啊。不要啊。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贝老黑是真丑啊，今天给你们表演一下贝老黑是怎么飞的，如果好笑就给我一个赞呀。非常多的感觉。可恶，你们三个小蛋仔真行，敢把本大爷当球扔来扔去。你们三个小蛋仔别跑，我马上叫人过来收拾你们三个小卡拉蜜，气死我了。Stories of hope.